只有我在认真的谈论。来，各位老师带一下麦克风，谢谢。好，我们第二局是玉女列白混血儿的板子。直播前的观众朋友们，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这个时间可以送一送人气票。我们本局游戏点到2000万，会给大家开启夜间视角。我们线上拉一遍。可以。这是他散过来的。来，大家一起。第二局，请各位确认好身份牌，玉女列白混血儿。玉女列白耿雪儿。嗯，耿雪儿。现在是上井时间，请上井玩家亮起红灯。上井玩家有一号、二号、三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只有四号、五号两名在井下。现在时间由六号玩家开始发言。六号玩家请发言。好。六号发言，第一个发言不知道说什么，为什么上井？哈哈，这把可好，
就简单说一下这个入夜前所看到的吧。二号你敏人，你别盯着敏啊，你起码你就是，对吧？二号盯着敏的，十一号左右看着，这个左三看右三看看着敏的，来聊聊呗。那二十一有身份嘛，对吧？十号没着急闭眼，十二号倒是早早就带亏了啊。然后一号也是倒着带，不错。别的没啥，就是七号这把，对吧？好哥哥准备要骗我了，是不是？我有感觉，好吧？你说吧，我不浪费时间，过了。哦，我验的那个八号是金水，然后确实原价，然后那个警徽，那就是。因为好像就四号五号在井下是吧？那我就验一号在井下吗？在井上。井上，那我就验四五嘛。先验四号，我到时候我后面会改吧。然后八号是我的金水，六号发言我觉得还行。他对话我说好哥哥要骗我了，那可能他不太吃视角，我觉得应该不太吃视角。但是黄子红凡这人他也确实是比较会演。上一把他底牌是狼，他队友。出局了，他比我还高兴，所以他这个发言我也不能一定保留哈，但是我觉得至少目前来讲，心态啊，包括所表达出来的信息应该还可以。我就验四五吧，然后因为我是预言家，然后我发言比较靠前，然后这盘呢是有那个混子啊，跟上一把其实不太一样，我们多了个混子，其他的没什么了吧，然后八金水警徽流打四打五，我过了啊。那完了，好哥哥要骗我了。先感谢一下投石啊，感谢一下小九 Jory， 感谢一下南的北，然后感谢一下司马 XY， 感谢水燕，感谢 Melons， 感谢小玉 Dory， 感谢 August 八月，感谢 YY2121， 感谢伟大帅，感谢小招快跑，还有小九 Jory， 谢谢大家对我的投石和大力支持，谢谢谢谢。然后我是好人呢，然后我先不站边了，不知道他是不是，我觉得五是好人，抿了一下这把，我觉得井下的四比较像狼人牌，感觉跟上把状态不太一样，是吧？明明这把是不是摸狼了呀？然后五我觉得是好人啊，井下六听不出来，那个七呢，我就先不站他，反正我是好人，好哥哥不会骗我吧？那就直接站了，我站七，那直接站了，那直接给我的反馈就是他不会骗我。哎呀，那我就站七了，然后再听听后置位吧，我就不听后置位了，我就站七了，过了。好，谢谢我发言。戴子要别太为了流量不要脸了哦，别差不多得了吧？不是，大家已经对我们七号玩家的宽容度到了，就是。那个晚上查谁心路历程都可以不用说了，怎么八金水难道是个条件反射吗？就是膝跳反应，你一打他膝盖他就踹你一脚是吧？这八还前面还想勾呢，还搁这，你骗我，好哥哥骗我，好哥哥会骗我吗？看一眼，又你们两个又开始用那个场上那个两个人的那个眉目传情，然后给你一传，哎，然后你就说 OK， 这把我不勾了，让我冲是吧？我觉得。七八两狼吧，七你都没说为什么验八呀，这是最重要的。你要不然的话，你个预言家你怎么得说一下心路历程吧？全场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不？你不是说猛猛要骗四五六吗？这不是开播之前就已经定说好的事儿吗？这众目睽睽的，所以我觉得七不真的不太像预言家。这个或要不然就是真预言家给狼队留空间啊！就你很久没来了，一号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因为咱们最近流行狼队给那个好人留空间，好人给狼队留空间，俗称交换空间啊，这是一个新打法。然后我觉得七八现在像双狼，然后还有谁呢？其实我开牌之前抿了一下一，我觉得一这把和上一把的状态很高度的一致，你这把不会又想深水倒狗吧？一我先定他是张狼吧，先定着吧。你不是张狼是很难的，因为你的表情你还是没从上一把的那种愉悦中走出来，我觉得一也不太像好人啊，然后我就七八一，过了过了。
谢谢展展的投石，真恨啊，小童老师，七八一第三个发言点了三个了啊，真恨啊！但我觉得九是好人啊，我觉得九是狼不太敢这么点。然后八奇怪的地方确实是他上来第一反应是不站七，他说我先不站七，然后跟七有一个眼神互动以后去站的七，有点做作，真有点做作。嗯，其实七的独立发言我倒没觉得说他一定要说验心路历程啥的，就是我觉得八有点像狼，所以我觉得七可能不太像啊。然后我还有个不成熟的想法，会不会七这把确实拿的是狼王，然后也不太好意思骗四五六，所以他就给七这给狼队友发了个金水，当然这只是一点猜想。所以嗯，反正核心逻辑还是我觉得八的反应他做作，我觉得七八是一对儿。然后我觉得九是好人，九井上的发言不太能是匪徒，九男郎不敢直接点七八一的啊，九好人，我觉得七八可能两个吧，我想站边后缀，我是个好人啊。哦，四号玩家不好意思打错你了，上把打错你了，咱们这把化干戈为玉帛，好吧，我过了。说是好人是不是啊，我一分你好人。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我那个是要，因为我们这个游戏其实主打的也不是什么尔虞我诈，打的是真心换真心啊，就是你别打我，我不打你，好不好？然后呢，谢谢 Lumos 的那个投石啊，然后我会记得啊，然后我十还行啊，就十还行，因为十号还还行的有一个点，你们估计没太听出来，他说策划有可能是狼王，他其实狼王，这咱们不是与那边混吗？这版的。所以那应该我觉得他应该不在狼队啊，就他可以是混子或者是好人，就不太能是一个狼人牌。狼人夜里的话，如果是狼王版的会有夜间那个狼王是要举手示意的，所以他就夜里面肯定是没有那个什么，不然他觉得是狼王版他夜里哎我队友怎么没有人举手，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肯定就不能是夜里睁过眼的，就我就不是睁过眼，就是带过刀的那种。然后其他是他给九的那个身份，我一开始对九的那个看法我觉得九应该是带身份，然后现在想想可能带身份也只能带的是好人的身份，虽然我这样点了可能有点不太好，有点可能会让你吃刀，但我觉得狼其实眼里面应该你不在狼队肯定是他们肯定会给你来一刀，我觉得因为你打七八我就没问题，你把那个一都给打上去了就太狠了，我觉得太狠了。然后歪哥至于是不是我得听对比发言吧，我觉得我会听代表，我不会像十万玩家这么快就把这个边给站好了，因为十万玩家众所周知啊，水平比我还是要高一筹的，所以呢我需要听一下后面对比发言再决定站边，好吧。然后我是好人过了。我觉得井上最像好人的是十号，井下最像好人的是四号，记笔记吧。然后其余的都没听太出来，至于歪哥是不是预言家，就是我确实得听对比发言啊，因为你单听七的发言其实听不太出来，然后八我也没觉得八号玩家很像狼，所以要听一下后面，我不知道后面谁会跳一二三，就这三个人跳嘛，都挺想站边的，好吧，他们三个谁跳我都挺想站边的。然后我认为前面十是好人，十一我不知道，你来听听吧，过了。我本来是想站边七的，但是到我这个位置只有二跟三了，我觉得二又要跳，那二如果又要跳的话可能就博到我心态了吧，我就觉得有可能是预言家了，因为你们前面一定要打七八双狼，我不明白呀、啊。你是觉得八玩家演技不好吗？被你识破了？你九号玩家盘的一七八三狼起来，你应该瑟瑟发抖啊！你应该说我只是个平民，别当我，别当我。盘完我们三个，怎么我们三个三狼对你构不成任何威胁？这反了天了！你说我两个状态一模一样，我只能说我就是。状态都一样，人狼都一样。而且你最令我不满意的是，什么时候轮得到你给我介绍大师赛长什么样子啊？我很久没来了，你给我介绍。我什么时候坐在这个桌子上的？你什么时候来的？你给我介绍。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这难整了呀，因为你们要站边后之位，我本来是要闪站边七的，这是在往哪里拱我？十号玩家已经。这种方式爆水吗？我觉得我不欣赏，以聊做板子来爆水。那么十号玩家还盘逻辑说他不可能是一个狼人阵营的，那么确实是哈、啊。哎呀，十号玩家是不是好感狼人啊？
说后面一二三跳都是挺想沾边的，我们一二三肯定打不了你了噻。有东西啊，那我前置位我觉得比较像了是十二吧，我觉得姿态过于低迷了一些。嗯，如果二要跳，我真的要考虑一下，因为我真觉得两把都跳，也有可能越挫越勇嘛，看你吧。你现在这个脸确实太像预言家，先这么着吧，过了。那我要怎么办呀？关键我不是啊。吃小锅呗，又是二金水呗。我看你这发，我看你这发言的时候，人家发言的时候一直在看我。那我不知道，关键是七号人发什么言了，大家都不站边他，你们说出个一二三来啊。就是他因为啥不是预言家？我听得云里雾里的，就因为八号人家一开始说那个，他不站边棋，然后聊到后面又站边棋了，感觉这不太能是。你们不站边棋的理由吗？因为我听到现在我，因为我主要没觉得你们有多像狼，我觉得九不是狼，十也不是特别像。染头发染的颜色染的越深，发言越狠。我发现你们，你看嘛，就从浅色一直到后面，那十一号玩家就干脆就是一开始发言根本就不聊七八了，就直接到后面给结果。我不站边七八。哦，你是站边七八的是吧？那个我是个人觉得那个前缀打的，听三号玩家发言嘛，我觉得三号玩家他这么发言肯定是，我过了，我觉得你肯定你指定是有什么大信息，好吧，我过了。啊，谢谢鹅跟桃子的投石，然后一号玩家是金水，然后我刚为啥是看二呢？就是我就想看二号到底是狼人牌还是混子牌。我刚刚就觉得他如果是混子，他应该在那个位置上给我发叉杀的，但是他那个他也没跳，所以就先暂放一下二。然后我觉得井下四号跟五号都像好人，然后我的警徽流就留。等一下。啊，谢谢。牛逼！然后我的警徽流就先留一下八，然后再留一下五，然后首先五号我也觉得你像好人，所以你如果是好人的话，就把票上给我。然后我说一下我为什么要验一号，就是因为上把一号不是玩得很好吗？我就觉得如果出查就是他是查杀的话，如果他第一天出局了，他应该也不会生气。然后如果是金水的话，他那个发言也很好，然后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因为大家也会想我很难去骗一号玩家嘛，因为一号玩家上把也玩得很好，然后我也不可能去给一号玩家洗头，所以就是我验一号的心路历程。然后那个八号呢，就是因为七号发了八号金水，感觉那个八号的反应特别做作，所以我就警徽流先压一个八，然后警下呢我就压一个五，因为我希望就是警上的人发完言的人不要再去。就是因为他们发言都说基本上都是属于偏向打七八双狼然后站边后置位的，我就怕等这一圈选完警长下来之后大家又开始变卦了，然后就这些变卦的人肯定就优先进我的警徽流，然后我的警徽流就是八号跟五号，然后就没有什么要发言的，然后希望四号跟五号能上票给我，虽然当时培训那天我骗了我那把是悍跳，但是希望你还是可以再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你能给了。然后我就过了。所有井上玩家发言结束，退水玩家请灭灯。退水玩家请灭灯。仍在井上的玩家有三号、七号、八号、九号，请四号、五号两名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四号、五号玩家选警长了，来准备投票。三二一请投票，五号投给七号，四号玩家投给三号，平票 PK， 由三号玩家先发言，三号玩家请发言。是我先发言，那我的警徽流就还是不改，那我就警徽流第一张就验，第一张验五，第二张验八，然后四号玩家就肯定放下了。我其实我刚发完言，我再发言没有啥可发言的，就是皇子一开始也是疯狂抿嘛，然后那个我是觉得九号应该是个好人，就九号那个发言状态上来就打那个七八两个人做，我觉得
就是不太像一个狼人牌在他的那个位置上敢发出来的言，而且九号还说了一下，就是感觉一号这把又很像狼啊什么的，感觉就是他是个好人，他是个狼，没有必要去打一号一个好人，所以觉得九号玩家是我听下来可以保的。然后我还能发啥言呢？其实其他的发言都过于那啥了，我也没啥别的信息。我的警徽流就是五、八顺燕，然后一号金水。七号玩家请发言。我要是当了那个警长，我得验十得先验，十号确实验一下，因为我不会因为十号说有什么狼枪那个东西去保十，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十验出好人，十一号就是狼，因为十一号就在那个位置，他拿这个狼枪什么东西去保十的，而且十一号也没有明确的说站边要站边我。还有一个我会验二吧，我不会验四，因为四号和三号的互动让我觉得四号应该是好人，因为三号说四是好人，他就给他吃的。离得太远了。反正我说四号好人，四号现在给不给我就不知道了。然后但是我觉得三号四号应该是不认识的，所以他才会有这种互动。你看他也给我了，那就说明四号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三，那四号就是外置位的好人。能不能搁点肉？我不要水果。哦，这有啊，这有。那个，行，我就搁上啊。行，我就吃。那个五号给我投票，至少我肯定得认，就是至少目前来讲，我会认五号。就是你也不能说一定是好人嘛，因为我跟恩琪玩的也没有那么多，他会不会倒钩？但是不是我现在盘的，所以我第一警徽流肯定先验十，然后。第二警徽流验二，三号给一发金水，我都没觉得三号和一号能是双狼，因为我觉得一号他那个发言，他也有点犹豫的，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像狼。但是现在三号其实给了一发金水，我不验一的警徽流，我只要看一号投票就可以了，因为第二轮还都可以投票嘛，对吧？谁发言说我的金水发言不好，所以不跟我沾边，我忘了啊，那对对，那反正就是。这个东西确实十号我得验一验，九号那个位置就比较夸张了。他在这个位置，在一号还没发现的时候，他打死了七八一，这不是就是你要非让我点狼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不知道九号是故意整活随便点的，还就是他真的这么想的。他如果他心里真这么想，那九号就是狼，然后其他就没了。我警徽我会十二顺验，然后警下我觉得五号，我觉得警下四号五号都还行，可能是四狼上警吧。六号，只要我拿了警徽，我必让六号先发言，我也不多说别的，我过了啊。三号、七号 PK 发言结束，插播一条投石留言 ，ID 为 Sophia 3080，投石给七号玩家并留言：愿人猛猛冲，歪哥轻点片，祝大师赛越办越好。好，除三号、七号，其余玩家均可投票，请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只能在三和七里投。来，在我到时候投票。可以，三二一，请投票。一号、五号、六号、八号、十号，八号、九号投给七号，二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投给三号、四号玩家弃票，七号玩家当选警长。昨夜平安夜，请七号警长选择警左警右发言，六号或八号。六号玩家请发言。很奇怪啊，说不通啊，三号吃这么多票。我觉得三号刚才发言完应该没有人投了吧。六号刚才有聊得不好吗？我是觉得，七号是这样子啊，我不喜欢三号的发言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首先他的警徽流我很不满意啊。先说他这个八号五号，因为刚才其实我是觉得呢，就是如果我在他那个位置是一个预言家啊，然后我起来我觉得说，哎呀，这个七号的金水八这么秒站边，那我觉得八号已经做出他的选择了吧，你去验他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啊，你大可以去留外这位十二号，对不对？十二号他在那个位置什么都没说，然后当时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到时候看着站，我觉得这是一张不值得验的一张牌嘛。二号牌我觉得弹性非常不好，我当时我说了，我说二号牌跟十一号牌我想重点听。十一跟二我都不满意，尤其是二号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值得你验的牌，然后你也不验，然后你要说你觉得四号跟五号都挺好，然后你觉得四号跟五号都挺好，你要验一下这个五号，
然后这个五号他就是哎反手又给这个七号又上了一票，就是我就觉得全程有点诡异啊。反正我也在听五号聊一下他的心路历程吧，好吧。然后但反正我是觉得反正大概率不太好的，就刚才那一圈下来啊，我觉得十二不好，二不好，四号听不出来，我觉得三这发言真的刚才我真的很难认他预言家，好吧。七呢我不想相信他，就是因为他对吧，他骗是他的事儿，但是刚才确实来说我觉得发言上七号是深得我心，虽然你想让我发言没啥问题，好吧。我不知道我聊的你这满不满意，你不满意也无所谓，反正我身份很好，好吧，就过了。我嘛我比较简单直接，因为第一次来玩嘛，就是想跟着歪哥走，信歪哥得永生。对对对，因为上一轮歪哥太早出去了，本来还想多跟歪哥玩一玩，多跟歪哥一对，然后能体验感好一点。然后上一轮的话八，不是，我说跟歪哥体验感会很好。刚才那个上一轮八说我是好，然后三说我是好，然后但是我总感觉大家可能发现我的水平以后就是想先猛猛骗一下还是怎么样，但是就是我听了一轮发言以后，我会觉得蛮奇怪的是，刚才三好说一是金水是吗？对对对，然后但一也投给了七，这个就等于好一应该是不信三的，就是这个东西让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奇怪。然后我听了一轮发言以后，我还是想先是信七，因为感觉七的发言比较好人面大一些，对对对，而且应该也是一个有身份的牌。然后我是好人，就是正常的一个民，对，过。终于到我了，憋了好多话，终于知道大家为什么要上井了，因为上井可以说话。我说怎么除了我跟曹云奇以来都上井了，那咱还是有点嫩了。还是有点年轻，还是有点年轻。然后我怕我忘了，我先说一下重点。八号说我是狼，以前在创造营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是我们宿舍的，天天来我们宿舍睡觉，要是我旁边的床，我每次把他撵走，他一定是就是记仇了。我还想说哎，现在变得还挺帅的，然后如果说要是现在还能来我们寝室的话，我应该不会再撵你走了吧。但是今天我真的觉得啊，就是人不可貌相，上来就说我是狼，无根无据的他就说我是狼，你谁呀、啊、你能不能做一下自我介绍，你是觉得你能看一眼就知道谁是狼吗？当然我不知道他来过多少次啊，就是我这个人就是谁踩我谁倒霉，那我肯定得说过去，我也没有经验，对不对？我不说你也得骂我，我说了你也得骂我，那你就尽情的骂就好了，我也骂。有点被一号圈粉了啊，虽然上一把骗了我，但是我觉得一号就是有点就是跟我性格有点像，有仇必报，我很喜欢。对，私下咱们可以交流一下，那个我可以请你吃饭。然后三号的话他就是保护我，那我觉得只有好人才会保护好人，但我不知不一定，你长得太漂亮了，我真不一定你是好人啊。但是你因为你保了我，那我很开心，我就保你到底，我也没什么权利，因为我就是一个，我最后再说我自己的身份，我吓死你们。到谁了？十二号是不是好人？我忘了为什么是好人，但我写了个好人。十一号好人，你戴这个眼镜有点像那个狂飙里面那个市长的那个助理，就是所以我也有点不敢太确认你是不是好人。十一号我先那个吧，我先轻轻踩一下你，先轻轻踩，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我忘了你发言，你看就你是空白，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十号牛肉干说八号是狼，然后我标了个好人，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了，一会儿再聊吧，我忘了什么意思了。你有没有说过我坏话？那你应该还行，我先因为你也戴眼镜了，就是我也有点不敢确认。九号的话因为你跟歪哥长得有点太像，我不知道你俩谁是狼。就刚刚有那个上井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歪哥和你都上了，然后我没有举手表决，是因为你也像好人，他的话我怕他是好人，然后我投错了，然后或者不知道该不该投你。毕竟我就是觉得还是换少一点比较好，就是
态度表明的比较准确，会显得我更蠢。然后到谁了？我还有谁没点？都举手。哦，没点，不好意思啊。你为什么你谁啊你？五号说信歪哥，我觉得其实像我们这种新人，我觉得如果能信歪哥的话，就能信还是则信，因为如果输了的话，或者是说如果说的不对，那就是全是歪哥的错，因为我觉得我的好哥哥应该是不会骗我的，而且我的好哥哥对我这么好，是吧？你也不至于在这个上面骗我。我然后还有谁？黄子红凡，几号啊你？六号踩了三号，对一号二号不满意。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我就重复一下他的话，因为实在记不清了，人太多了，十二人。下次就是黄子红凡，如果没有踩我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个好人吧。过了，我要不要总结一下我投谁啊？哦，不用，那下一个。哦，等一下，回来，我没感谢我的粉丝，感谢一下啊。Stancy 明明多吃水果玩的开心，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点时间。感谢陈春玉明，感谢。咱们的海棠，感谢少直接，感谢宝贝玩的开心，哦不是，感谢淘淘，感谢阿九，感谢你们，给你们放个烟花，好，过。三号发言，就我首先要跟四号对话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是玉女列白混子的板子，他们现在狼队已经有5.5票了，然后所以一会儿投票的时候好人是不应该压手的，因为我们差不了多少票，就可能一两个人投错票，然后我们好人出局，他们狼队就拍刀了，所以你要相信我，你就投七号，你就跟着我去投，然后不要压手，然后就九号一定是个狼，因为九号你没有办法再去那啥了，因为七号在发言的时候他已经说了，他已经打了二号。打了11号，打了3跟9，他唯一点死的就是我跟你，你举的是，就是你是把警徽给了他，虽然你第一轮发言是站的，就是你是不相信他俩的，但是你在那个投票的时候，我是不可能去相信你能在你的那个位置上，我说了你是好人，7号打你为定牢的时候，你投票给了7，所以9号就一定是那个好人，然后就是1569里面应该会有人开混子吧，可能还会有一个人好人站错边，因为我也没有警徽流，反正就是他打的人里面肯定是，就七号打的人里面肯定不可能是跟着七号去投票的嘛。我现在唯一就是很，就是五六七八九然后一里面可能有好人跟混子跟四个狼，外置位就没有坑了，所以相信我的，今天就把七投了，然后这个九号也是一个定狼，然后六号其实我也会觉得六号八号也会偏狼一点，因为五号他上票的理由就是因为是，其实五号也很像狼，但是一号你如果是个好人，你不是混子的话，我希望你能相信我，因为我没有必要去那个外置位去骗你，那你要是混子，那你跟着七号投票，我就也不会生气啥的。然后我能发言的就这么多了，因为我觉得就这么点坑，就五六七八九一里面开四个狼一个狼混，然后剩下的就是站错边的好人了。然后信我的今天出七号过了。我其实没太懂这一把，就是听完井上的发言，就是大家都投气的心态是什么，但是我感觉好像是怎么事，是染了头发的好像都站边七了，我感觉我这边有点势单力薄了，是怎么说，我看看是怎么事儿，好不好，我看看咱们这边是有几个头发几个颜色，我觉得三是啊，我觉得各位，其实我不太能理解九号玩家能投一票七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七号玩家井上说那个话，他 PK 台上说的特明显，就是九号玩家井上的那个发言就不太能是好人了，在七那边，然后我认得冤家的金水还反水了，那我就必须得发动点技能了，我这个，我看是你们颜色多还是我们颜色多，我这上面可都有啊，各位的颜色说不定也都在我的头发上面。然后我觉得三挺像预言家的，尤其是在井上第一轮发言的时候，他说二号玩家有没有可能是混子给他丢查杀那一点，我觉得他是个狼好像发不出来这个眼，
好吧，我听听一号玩家和九号玩家的发言吧，因为你们俩都是我在井上觉得有可能是好人的，然后如果我认为三号玩家是预言家的话，一号玩家是有可能是混子的，然后九号玩家那就有可能是狼，因为你井上那个七八是双狼，那个点不太可能支撑你去投一票七，并且 PK 台上那个七号玩家点死了你是狼，你不太可能去投给七的，你投给七你只能是他同伴，好吧，我过了我过了。不是我先跟三解释，我投给七纯粹是为了做你身份，因为站边你的我真金水嘛，那么站边七呢我也是反水过的嘛，所以我身份高了你身份自然就也高嘛，就不存在咱俩双狼这种情况嘛，我是为你投的七，而且退一万步讲，万一七真是冤家我也曾经投对过嘛，我可以全身而退的，反正我怎么投都行，我是想了很多，我下面讲的都是你的预言家面啊，就是我在想，如果你是个狼，是你的队友是谁，谁会派你起来跳，我觉得是蛮不局气的，如果让你跳的话，所以我觉得你就是预言家面高一点，而且你又说诶刚好感谢一个投石，谢谢二年的投石，你又跟四说，你说之前你们两个玩那个线上的时候你是悍跳过的，所以说他对你是有数据库的，他可以知道你这把是真预言家还是不是预言家，对吧，而且你可能也是不认识他的一个发言，所以四号玩家投给你预言家面也很高嘛。我想说六号玩家这一把跟上一把发言差别也太大了吧，我觉得状态过于好了，但你就是说不太像好人，反正状态是好的，但我觉得你底牌可能差点意思，但我们现在有共识的是九号玩家认狼了嘛，你九号玩家认狼的逻辑不用我给你赘述，你如果不懂你可以看一下我在第四季的表现反正就是浅显的逻辑吧，七打你是铁狼，你投给了七就是认狼，你跳下大天来也没有用，而且你还打过我，哎呀，反正我都排的是你是预言家的逻辑，因为我觉得七号玩家打到十就不太妙吧，那个坑位，而且七号玩家对于五号玩家是有收手的，他其实对你的定义是这一轮我先放一下你，他可没有说你一定是个好人，他说打不到你，但是他没有把你完全放下，所以我觉得他都是在铺路，反正我大概是这么着，但是这样吧，跳个身份吧，跳个身份好打一些，我就把所有新路线给你们讲完，我是个女巫，八号玩家是个饮水，我在想如果七是一个狼的话他会就是安排八号自刀吗，我觉得是说出去都丢人，所以说八号玩家就是一个单面的好人，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七八双狼还安排八自刀是有多想赢，不差这一把是吧，所以说八号玩家独立好人的话呢，那么九十九上来就盘七八双狼我是非常不接受的，然后十号玩家好像是也有盘还是没盘我忘记了，反正七号玩家打了你是狼，你的反弹呢我想看到，我把所有的我的思考量和我的那个信息都报给大家，然后边再怎么站的话大家去站，我现在大概率偏向三，因为三号玩家现在还有盘我一号玩家有可能是个混子，我觉得思考量非常像预言家，别的没有了过了。我先说我上给三号玩家的原因啊，因为七号玩家在 PK 台上说要验十，但是当时十一跟十二都是保了十的，然后七说验出十是金水的话，十一是狼，没有聊十二，所以我觉得他视角里面没有缺失我，因为我在这个位置我说我不站边七，我可能想站边一二三里的这张牌，然后呢我上给三还有是三号玩家，我觉得有一句发言特别好，就是三在第一轮发言的时候，他的思考量在，我觉得你二号玩家不像一张混，因为如果你是个狼混，你可能直接发我查杀。我当时觉得，哇，三号拿一张狼悍跳能有这个思考量吗？我觉得没有，所以我认为三像张预言家，真的绝了那个思考量，我觉得就是预言家的思考量。但是井下，因为我觉得现在团队拉的是很明显的，五号、六号、八号、九号是站边这张七号牌的，四号玩家其实是摇摆，他感觉跟两边团队都是不认识的，所以七是狼的话，狼坑就五六七八九嘛。但你是个女巫，你爆出八是张饮水的话，我觉得八不太像自刀的牌，就自刀还被一张狼玉悍跳发了金水，那这个自刀狼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他已经自刀了，
他的狼队友就不会把他放上焦点位，所以那狼坑就是五六七九，就基本这四张锁住了。那如果三是个狼人牌的话，那狼坑二三十十一，因为我自己是个好人，我在给大家讲我的思考量，所以我会着重听十跟十一的发言。本来如果你不跳女巫的话，我可能就会站边三，但你跳完女巫，那PK 就打出来了嘛，团队就非常明显，那我就去听完十跟十一的发言去站边。但是九号玩家我真的认为是一张狼，因为九井上听完八的发言说你七八一是两张狼，你都认为七号玩家的金水是狼了，你最后怎么可能一票再投给七呢？所以九又站七的团队，我可能个人还是会偏向三一点点，但是听完十跟十一，如果我觉得十跟十一有狼的话，那我也许会站七，好吧，过了。那你们为什么要井上花那么多笔墨去保九啊？我不太理解。你像我井上，我就没说九一定是好人，我说九是吃身份的这么打。然后你们现在保了，也不听他发言，就直接摁死他一定是个狼。你看了没？他已经拿了个签儿，就是已经准备那个什么了，感觉怒气挺满的。然后我想站边三，理由其实也比较简单，我觉得三发言还行，就是我觉得是还可以的，没找到什么问题。我自己直观的时候，我没找到什么问题。然后歪哥打了我是个狼，我就先去站一下呗。先站一下再说嘛。然后我觉得井下听过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站错边的。二我是没太听出来像狼。然后十二刚才就是有一句话我听得太刺耳，说我本来是要站边站好三的，然后忽然来一句说一号人家跳了个女巫什么给包扒了个饮水，所以我就想再听一听，这话听得太刺耳了。我觉得没什么好听的，你是好人，你只要在里面二十十一里面找那么一张好人，你基本上就觉得自己是站不错边的那一张牌了，所以你这个发言我就觉得你不是特别像好人，好吧？虽然你给自己就是因为二号玩家，你讲的那个理由是二号玩家讲的那个站边理由啊，你其实讲的理由是站二号玩家站边的理由，所以我没太觉得十二你是好人。但如果十二是好人，其实就可能狼哥就像他说的一样，就是你们五号玩家、六号玩家、七号玩家还有九号玩家，然后八可能是那个混子呗。八几张那个发言还蛮吃身份的，我只能说蛮吃身份的。然后井下你这个票金，反正坑位井下，四号玩家就是外置的好人了。然后我当时井上觉得十是好人，现在一号玩家跳女巫，坑位挤也是挤到这个位置。然后五号玩家，我一开始觉得你像狼的是，就是我觉得你应该可以说更多吧。我觉得你是好人的话，你有点会像是狼人牌，然后给自己狼队友冲锋，找不到太多的理由，所以相对来说话我觉得少了一点点，这是我的感觉啊。六号玩家像狼的点是六号玩家急于想要去二跟十一的反馈，因为其实二跟十一并不在场上站边的焦点里面。我觉得二跟十一就算是狼，也可以是任何是谁的同伴都可以的。所以六号玩家想要二跟十一的身份，然后投票基本上是站死了七号玩家的点，所以我觉得六号玩家也挺像狼。然后九号其实如果他是狼的话，他理由大家都知道了，我觉得也没啥能说的。然后十号玩家这边就定顶啊，定顶，然后我就没什么。说我应该是会投三号玩家，投那个七号玩家，口误了，就这样过了。感谢一下仲夏，感谢淼淼，谢谢落雨，谢谢桃子，谢谢爱宝，谢谢 Edisy， 谢谢阿田的投石啊，谢谢大家。站边是站边三啊，聪明小郭也太恨了，这发言多好啊，一把比一把恨。那个我站边三啊。那个七八是饮水，可能有可能七狼八混吧，因为之前我一直觉得是七混八狼嘛，这可能颠倒一下。九不一定是狼，大家如果看了昨天京城小时赛，九不一定是狼，也可能九没醒呢，我不知道九在干嘛。我觉得他井上真不像狼，他直接打七八一八还是个饮水，那不是一号玩家。你想啊，我跟你对一下话，我井上说八像狼，所以七不像预言家。如果我知道八是饮水，我应该不太会这么打。对吧，我说饮水像狼，所以七不像，这不太能是狼人的发言。然后我是觉得三是预言家，狼的话六应该跑不太了，六是匪徒，那今天就归七嘛。那个七八谁是混咱们也不好说，就归七，六七八反正里面没啥好人。五号是不是冲锋咱们再听，九是不是狼，反正就这半拉，这半拉不怎么好。然后四号说七不会骗他，七号也没有骗你啊，我感觉他跟你的对话也不多，所以倒是我们三号我们一直在跟你对话，对不对？因为最后投票的时候是他们那边可能有 5.5 票，因为有四个狼加一个混血儿，就是我们的票不够。如果你觉得三是预言家，但你可以听嘛，你听完三期你觉得谁是就是最好投一下票，因为好人的票可能不够啊。然后我想想，一号应该能回头吧，一号听完发言这个表情
不知道啊，咱们票不够，我不知道九是不是好人是狼，昨天打完我都不确定，我想听听他这怎么投到七头上的。那我觉得三是冤家，我是好人，然后十二就没法再点给三投票的里面有狼了，那个就先点不到了，咱们能把七投出去都不错了，就努力吧，好吧。九号听听吧，这咋地了，九还没醒呢，我过了我过了。 Amazing Amazing，这我发现这狼人杀发言是有意思的哦，就是你们回忆一下，是这么发的言，然后再这么发回来的吧？我有听到你们谁说话吗？我这地方打七和八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我当然是不想相信这个八金水的，我是这个狼人杀这个京城大师赛板子上这八金水的实名反对者。你不用说去看第四季，因为狼人杀是日新月异的，你先看看第九季啊，你先看看第九季，对吧？你别说是七安排八字那个字刀了，七都安排过八字报，我告诉你，回去看看吧，看最新的啊。这人际关系它都是每天都在更新的，所以我不相信的时候，你们那不都是顺着我的话说的吗？啊，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我不相信，我就想听后置位的预言家，我看谁跳。他不跳，他也不跳，你们也不跳，我打你就随便打一下子啊！我打你随便打一下子，你干啥打这么猛啊？你干啥使劲搂我呀？啊，咱俩不是奇葩说，这咱俩不是队友吗？我就随便打一下你，那也能成理由啊？那就相当于我玩小时代的时候，我经常说一号是石像鬼，这板子里面都没有石像鬼，我也打他一下，就是随便打一下。我在想谁来这个在后面的话跟他对跳。结果最后是三，我告诉你啊，我真的没有特别的听清楚这个七说我一定是一个定狼，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听的，我听他的发言里面是说我发言比较疯癫啊，我发言比较疯癫，如果我是认认真真的在打这个的话，那他可以把我盘到一个定狼里，我听的是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听到的别的发言。我为什么在三，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在你和七之中，我最后我选择了七。我说实话吧，这话说出来确实不好听，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你俩发言半斤八两，但是呢，上把你把当面猎人投了，我实在是不敢认你是预言家，我就是说我跟着你混，我有点害怕，我就想说那就跟其混吧，啊，我就跟其混吧，啊，我就是这个感觉，我是这么投的，我说实话，我回头就这个理由，没什么别的大理由，我真没觉得他打死我，再说了就算他只是一张预言家牌，他又不是一张狙击手牌，他打的我都是第三位的狼坑，我为什么不能回头，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位子表表水，认一下我心中我觉得是真的预言家呢？对啊，而且你们刚才井上说的也不非就是说三的思考量比他上一把多一点，我不认为这个就是三比七好的地方，那你们也没有盘出坑位上哪个比哪个好嘛？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七啊，我就是有点怕站错边，所以我站回七了啊，我现在依然我觉得七是一个预言家，真的啊，就是十我是九是醒了的啊，九是醒了的啊。然后感谢一下投石啊，那个谢谢九夕，谢谢 YYY， 谢谢苏六六，谢谢少少的小侍女。谢谢辞别木南寻，谢谢黎明碎碎念。谢谢带节奏的真仪态，谢谢 Win， 谢谢 August， 谢谢 Melons， 谢谢这个一口吃十二个小孩和那个和 YY2121 和 Oli 啊，然后哦还没还有那个谢谢天气真好和那个南的北，表白一下恩琪和那个小潮快跑，谢谢，过了。你站七谁是狼啊？一张狼没有找呀。我是觉得你是好人的，因为你是狼你可指定是疯了，你太爆炸了，你那个井上发言你说七八一，井下就投给七就说此战七，你是狼我觉得你疯了，所以说我不是混子，我是个好人啊，我是好人的。我是觉得我认下九是好人，七的狼坑不够呀，不就五六七三个人吗？但是说实话听到女巫那个位置我有点想反水回头站三的，因为我觉得井下四五两张肯定得开一张狼，更像狼的应该是那五号，那可能井上我定错四五身份了，我是通过他们的表情反馈去抿的他们身份，因为我觉得五号的投票更具有指向性，四号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四号可能是那个好人，五号可能是个狼人，但是五号一直投给七的嘛。那七号是张狼悍跳，还有一张狼队友在倒钩。哎，所以说说实话，这边我没太站明白，你这个搞得我视角很乱，知道吧？因为我只能认你是好人，因为你太爆了，你打七八一井下又死战七。点狼坑的话，如果不战七，那只有五六七九嘛。外面没狼，我自己是好人，那三的狼坑就是三十二，肯定是两狼嘛。三十二十十一，这是我点的双边狼坑吧？说实话没太站明白，但是我可能会跟七去投三吧，因为我觉得那半边怎么十号说票不够，从十号开始一票两票三票四票五票六票，你们有六票。三号最爆的点是起身聊狼队有五点五票。为啥一定是狼会呢？我没太懂啊，为啥一定就是狼人是有五点五票的呢？所以说我是没站明白的，因为我站七的话，我不站七，我站三的话，七的狼坑就是不够呀，五六七少一张，我真找不到那张在哪。所以说但是三的狼坑是够的，九号我觉得他是好人，然后十二这轮井上保九井下打九非常像狼，我建议女巫可以读一下十二，然后我还是战七吧，那个啥女巫你再考虑考虑。然后我不是混子啊，我是平民。然后为什么井上有那种转换啊？因为我担心欺骗我，然后我眼神咨询了一下，啊，骗你不存在，那我就站他嘛，那我直接站嘛。然后井上开四狼是这样吗？因为四号好像是好人，如果认七的话五也是好人了，听听七吧。当然我也有可能投三啊，也可能投七，说实话我是的确我自己个人没站明白，还得听完七发言之后我再分一分。过了，好，插播一条投石留言 IDV Mans 的观众为荣耀投石并留言，又是被荣耀帅到的一天，萌萌加油，玩得开心。我先谢谢投石啊，谢谢潇潇 Tina， 然后那个天天升职，索菲亚3080，然后还有那个奇妙能力哥投石。我的狼坑呢是三号、十一号这两张狼，然后我甚至我可以把那个十号打入狼坑，我就警徽流留个十吧，就我现在也打十是狼，我的狼坑暂时是那个三十十一，然后还有谁是狼我不知道了，因为那个我能定死一定是狼的就是三和十一，十号一半一半嘛，所以我警徽流留十。啊，我得验验十号底牌，我才能定十号是不是。剩下的你看二和十二不占我边，我都没打他们一定是狼。那有没有倒钩就另说了。我今天肯定会归三，然后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有压力啊，就是我们今天那个就是家人局随便投，就是自己想投什么投什么。因为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说，我们这个京城大赛今天上什么文娱热搜第十几名了。不要因为上热搜就不敢投票，站错边就站错边，好吧？所以不用紧张啊。那个我今天肯定是归三。然后我说一下，我其实呢，对于那个我之前保的人其实差不多的。我保了井下的四五就一定是好人，八号是我金水，一号是女巫，所以我跟你解释一下，因为我确实没打死九是狼的点，就是因为像九号自己也说的，我觉得九号如果是瞎，他也不是瞎玩，他就是比如说他是。为了搞节目效果随便说一说那个七八一，我就认为那他有可能偏好，那他要是真的打心眼里就觉得我发现他打那个七八一就三狼的他一定是狼嘛，对吧？我没有打死的，所以不存在我说他是狼他反正跟我站边的我就是狼，而且本身这个东西不能根据九号的发言判断我七号底牌，对吧？二号和十二号就是没太站我边嘛，啊，但是也没说特别站死三，所以就看投票就行了。六号这个六号玩家我就那至少我这个现在给的六号，因为六号这轮发言他刚开始说是要站我边的，他能不能站到底呢就得看六号最后投票了，我现在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能够明确点出来的狼坑就是三号一张，十一号一张，十号我去验一下，剩下还有没有倒钩什么的再说嘛，对吧？再说。而且其实你们多去你们判断预言家多去想想三号玩家对于四号玩家的那个对话。因为三号对于四号一直就在拉四号票，所以我保下四号是好人，而且三号还说什么这把什么狼混呀，什么四点五还是五点五票了这种话啊，当然这个我金水提出过这个观点，
所以那个没什么了啊，那今天就出个三，我验一下十，好吧，然后那个就说这么多吧，过了。好，所有玩家发言结束，七号警长归票三号，其余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投票出人环节，来，三，来，不是出人环节，出人环节，来，三二一，请投票。一号、二号、三号、十号、十二号投给七号，啊，那个慢举是无效票啊，要我说完就举。好，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十一号投给三号，四号玩家弃票。三号玩家出局，请留言。那就是五七八十一呗，六号铁混子，就是歪哥在后面的那个对话的时候就很明显，就可能六号不在了，对不？可能会有错吧，因为八号那个发言怎么能认出来我是个平民，我不是混子什么的。那狼混的板子，混子的板子玩过很多次了。你说不懂为什么混子一定会在狼队？怎么？你看那个票型，跟看一下你旁边这个人，你为什么会不懂这句话呢？我不懂，所以我不懂你刚刚说的你不懂，所以我觉得你是个狼，所以我就肯定会说七八，那可能九就放下了，因为十一号你是更是。你就是 unbelievable 了，你就是三号跟十一号定了，你投我出局，你投你自己狼队友，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啊，就是七号跟十一号，然后八号，然后五号一直跟着七号投，那也只能打进七的狼坑，那六号就是混子呗，那九号你要不你就往外游游吧，反正九号。行吧，他还不理我。我那遗言，我说你要不要就往外游一游吧，因为那个 KS 十一号做了更过分的事儿。然后我的发言就这么多了，我就结束了。三号玩家遗言结束，请各位玩家佩戴好面具。感谢直播间观众朋友们点赞，入夜将为大家开启视角，然后大家也帮我们去。冲冲热搜好吗？谢谢观众朋友们。来，奏乐，好，天黑请闭眼。请三二一，天亮了。昨夜双死，一号、十一号玩家死亡，没有烟。请七号警长选择警左警右发言，六号或八号。八号玩家请发言。
哎呀，站错了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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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那小阿 K， 小阿 K 投了个三，你可信？他就点了两张狼，三十一，小阿 K 投了个三，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读错了呀？因为十一是不是混子呀？混的七，今天肯定下七，肯定是下七。读错了的话，我站错了，我站错了，我是站错了。被七又给洗了，又骗了。那狼肯定是五七嘛，六是不是不知道？那就五七九，五七九，五六七九，那还是那个坑嘛？五六七九，十一是混子，混的七，那这位也没啥别的狼了呀。那十都接长沙了，那二我也觉得二像好人，但哎呦，十一不知道读出去是啥。我看如果四狼在场。二三四五六七，啊，可以可以，还没绑票。如果四郎在场的话，我们还有五票，先把七投了吧。但是我觉得第一轮出了三就离输不远了，希望十一是个狼吧。十一是个狼的话，那他的身份能跟谁置换一下？九肯定不是混子，那个六置换一下可能，因为我觉得十一可能是混儿。他要是狼的话，现在就是有一狼或者跟三狼，那咱们就避免出狼或者先把七投了，七肯定是狼人，好吧？我就是个破平民，我过了。嗨，一出去了，一还是女巫，看来还是第四季比较精彩啊！确实不行，我是博痴啊，我是博痴，我是老博。啊，我确实也亲情向大家演绎了一下什么叫井上打七八，井下战七，死战七，最后发现我是博痴。哎呀，直播间见吧，别多说了，反正我是博痴。但我觉得有一个人肯定是好的，为什么呢？我这个有这个是刚才听到的，那五肯定是个好人，那五肯定是个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在投票的时候五问了一句，现在是投警长对吧？现在是选警长是吧？那五肯定是好人，他已经神游物外了，所以就是说，我是一个博痴，这个对吧？那是一个预言家，那是一个女巫，你是一个天外飞仙牌啊，就是你完全就不对，你是个王母娘娘牌，你完全是在你跟老天爷打呢，对吧？五肯定是他就是无所谓了，他五就叫无所谓，好吧？今天你这叫无所谓。那这我觉得谁是好人，我觉得八也肯定是好人了对吧？因为一给那个一给八饮水了，所以咱们这今天初七我也是赞同的，七嘛就是骗人，他就是这样，狼王驾到那气氛得肃杀嘛。过了过了。哦，谢谢穆萧染，谢谢陈哥，谢谢月华，谢谢欢喜，谢谢叉歪，谢谢西西的投石。哦，我接查杀了， surprise，不会有人说我接了查杀不拍身份，所以我是狼吧？这个身份暂时拍不了。谢谢柔柔啊，那就初七呗，咱们票够不够呀？我旁边怎么坐着个叛徒呀？这个四眼仔，这个十一号，这个秘书，太可恶了啊！其实不应该读十一，就应该把七读了，让 KS 再给大家表演一把拍刀。之前天天拍不准，今天让他来拍，你给他读了，这咋弄？那就出一下，浅出一下七吧。那个七给我查杀了，场上觉得我像好人的，应该可以投一下七嘛，对吧？狼坑，黄子老师，这个入夜都已经要接着奏乐，接着舞了，这三出局都快跳起来了，你待会舞一个呗，好不好？黄子老师给大家表演一下，八要回头，感觉真不真心啊。那么上把劝的。苦口婆心，这八跟九也不理我呀，这轮开始反悔了。可能是五六七十一吧，可能是五六七十一，前点一个无所谓无所谓，那就投七投七，别的没有了，我过了。我觉得是五六七九十一里面出个混带四个狼，但十一肯定不可能是混。因为他是先倒钩再冲锋的，所以他就不能是混，他一定是个狼。那就是五六九里面有一个狼混，但不知道谁是那个狼混。然后呢，我们今天肯定是出七嘛，因为七号玩家是狼，四号玩家如果你是好人，你听八的就行了。
八号玩家是七号玩家的精髓，就七任八100%的好人。虽然我知道你很不喜欢他，因为他你以前总踢他，但是他现在帅了，你可以喜欢他了。所以就听八号玩家，然后把七号玩家出了。然后六我觉得也是个狼，不是个混儿，因为昨天晚上刀人放的都是六号玩家的歌，那六号玩家还能是好人？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啊。昨天晚上不都皇子的歌吗？那肯定已经狼人肃杀时刻了，六号玩家昨天肯定在那刀人呢。所以我觉得六是睁眼的狼，七也是睁眼的狼，五九里面可能有个不睁眼的狼吧。那咱们就先出七吧。嗯，好了，过了。二号玩家。四号玩家，你还记不记得那天你练习的时候我跟你说的是什么？现在那个十一号玩家一定是一个狼，因为七号玩家说他是铁狼，他跟着七号玩家投了一票，所以他的身份一定是狼，他投的这个三就一定是预言家，所以我们今天就得出那个七号玩家，我们得把七号玩家投掉，我们才有机会赢。但是我其实不太确定你是不是好人，但如果你是好人的话，请你相信我们，我们去把七号玩家投掉。其实我也不知道谁是狼，因为他们当中找狼太难找了。九号玩家今天跳了一个白痴，他上次也玩过这个操作，但我觉得他跳白痴不能是好人，他不能是真白痴，他白神牌嘛。那今天跳了没意义啊，你投的是预言家，刀的是女巫啊，所以他跳白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偏向于九号玩家还是狼。那七九是两个狼，六号玩家皇子肯定是跑不了，皇子晚上都直接要不带盔的时候这盔都不想带的，是直接喊派刀的人，他能是好人吗？他肯定不能是，皇子肯定不能是。然后所以那就是六七九，然后四五里面还要再找一张，那再听听吧，行不行？反正我们今天肯定是把七号玩家投掉嘛。啊，那我出七，我过了。四号玩家到我了，我先快速感谢一下，因为我这个人脑子记性不太好。感谢无情，感谢落雨黎明，感谢蓝色星星，感谢向外 Z， 感谢一个空，感谢阿九，感谢雀雀，有没有感谢到的？我一会儿微博那个什么另一个平台感谢啊。咱们那个开始讲重点，先点一下二号。既然都培训我过说过，就是我是你的这个算是半个弟子，为什么觉得我你不信我？就是我有一点那个诧异，你有点点我，那我就先点你一下，但是不是那个坏的点。然后说到那个十二号刚说我那个讨厌荣耀，没有，不要给我乱贴标签，我跟荣耀一直以来都是好朋友，是不是？嗯，然后对，就是我很害怕别人给我贴标签，因为我本来玩的就我不能说这种话啊，就什么玩的不好什么的，有点贴脸。然后他刚刚那个意思是不是给我洗头？嗯，你有点给我洗头，二号，二号有点洗头了。然后好多人都投七，那其实我这把无压力嘛，因为大家都投七的话，那我就即使你是我的好哥哥，我也会投你，因为我要相信。就我人多力量大嘛，就人多势众，就是我得占人多的那。谢谢小炒锅包肉，谢谢。然后继续啊，太多了，我真搞不了。十一号是狼是不是？我听十号的。十号说，反正我也投七，因为大家都投七，那我也投七。嗯。我是个好人，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好人。我实在没有废话了，我憋不出来了，就跟你们投七吧，投七。然后你如果说让我就是说相信八号的话，让我如果说七这就走了，还没有赢，咱们还没赢，那我就跟八号走，因为我也无法跟人走了，行不行？好。五号玩家请发言。这个稍等一下。感谢这个雀雀，感谢秋刀鱼，感谢少直接，感谢 A 米仔，感谢落雨黎明，感谢心动的0421，感谢精益 MMC， 感谢。喝抹茶了，对对对，谢谢大家。然后呢，其实我听了一圈以后，我看现在大家都出七，然后八号饮水嘛，然后，哎呀，怎么着？我
有点想说场外还是怎么样，因为是这样，因为我来之前歪哥也说了，就是说不会骗我嘛，然后刚才之前歪哥也说就是定我好人了嘛，所以我还是想信歪哥，我觉得歪哥应该跟黄子老师不太一样，就之前说好的不骗我，然后就是各种的刚刚在休息室各种的还就是各种骗我，然后其实刚才看了一圈以后，就是我看到其实因为是三号然后二号还有十二号我忘了，就主要是三号二号一直在拉四号的票，然后可能就拉你的票，二号三号十二号我忘了，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可能觉得你是好人，或者是也有可能是他们是狼，然后想把你往坑骗，对对，然后我个人呢还是对还是进去会站歪哥这一边，对，先过。四号玩家发言。四号玩家发言嘛，那道歉嘛，那站错了嘛，对不对？那么久没玩，那站错个边儿，那不能容错一下嘛，是不是？那被骗的是人家歪哥厉害，那又不是我笨，对不对？那好人站错边儿，那是好人；那好人回头，那就是大好人。我昨天虽然在那奏三号的月，但我今天我就舞他七号的旗，我今天我送他上路呗，那不就转头了，那边能奏月，这边也能击鼓，是不是？那我想说呀，那就五七九十一了呗，对吧？那首先啊，我就先说好啊，那个好人固然会看一个站错边的好人不顺眼，但是好人会包容好人。我呢啊，也给好人道歉之余啊，我也这个给三号说声对不起。那没办法，三号你那把发言我没认，对不对？那你说七号虽然，但是他这常规操作嘛，咱就是说也说不了别的。那现在我觉得场上还可以，我为什么要去点这个坑呢？我先说为什么有五，没什么好说了嘛，对吧？上来三要验这个五的警徽流的时候，五没接三，直接把票投七嘛。然后完了以后呢，五这边我就当时我觉得他就是视野很奇怪，上来就坚定站七。先不说他这个什么觉得好哥哥骗不骗他，他这个位置宅不干净的，对吧？我觉得四挺好的啊，我觉得四没啥的。然后再来说七啊，这个七大家现在就都知道了，那我也对吧？眼前突然一明亮啊。然后九呢，九为什么觉得不好？那二有说，我觉得九现在这个位置去说这个身份很着急，因为现在好人其实还挺落后的，对吧？虽然我觉得这把你的状态打得有点汗啊，让我不得不去觉得说你这侍郎也太离谱了，但是没办法，那位置上我觉得二跟十二这把比九好一点啊，那十就不说了嘛，对不对？那十一我是觉得没啥好说的，上马他那个尴尬的笑比了个三，哎呀，他那个位置没办法，就是估计夜里商量战术的时候就说发言倒钩投票冲锋，对不对？那他吃毒可以，一号没毛病，那就这样。初七啊，这个那明天起来的初五啊，对吧？那这个九十一，反正大家看呗。那你们要是觉得不想让我继续留在这个场上聊天，你们晚上想给我刀了也行，好吧？那过了啊。那个我发言，我验的那个谁十号是金水，然后你们就出我呗，那能怎么办？因为我现在我确实是不出我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连就是现在连那个四号六号都要出我了，那五号唯一一个就是五号好人还没要出我，那就只能出七了呀，因为这个东西很难编下去了，你知道吧？就很难编了，因为确实比较尴尬啊，确实比较尴尬。那个，但是我有的身份我也没看，我也没看特别明白。我们今天就先出一下七号试一试吧，好吧？我大概看看票，可以出七，出七是不是就结束了呀？可能是啊，那就我归七吧，嗯。所有玩家发言，七号警长归票，七号，其余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啊，天哪！五号玩家弃票，其余所有玩家投给七号，七号玩家出局，请留言。我是个混子，然后。不是跟我想的狼坑不太一样，现在就是我是混子狼，
因为二和十二里面肯定有狼，因为我是混子，他们两个从一开始在出，我肯定二和十二里边有狼。那为什么你们第一天是那个票型啊？那你们砍谁呀、啊？我觉得荣耀可能是个神，九号是狼，你们狼队友吗？我不知道九号是什么呀，他跳白痴干嘛呀？我混的六号，应该是混对了，我混的六号，我混的六号，第一太恶心了，我确实混的六号，然后那个也没什么呀，我觉得那就让皇子砍呗。但是我警徽不能给六，我混的六，但是我警徽不能给六，因为我要是给六的话，你们就会觉得太假了，你们就不信了，所以我警徽给了八的话，那你们晚上也会砍八，但是八那就你们自己找那个狼嘛，好吧？警徽，我还真我，因为我不知道，我怕我指刀指错了，指到狼队友了，没什么，我是混子，我混的六，我警徽撕了啊，我撕了。好，七号玩家遗言结束，七号警长撕掉警徽，请各位佩戴好面具。感谢大家的点赞，接着为大家开启单人视角，我们点到2600，给大家开启全局视角，好吗？大家也记得去帮我们冲一下热搜，谢谢。来，请各位佩戴好面具，天黑请闭眼。女巫请成员，今夜该名玩家死亡，是否使用解药？是否使用毒药？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成员，请你的场上一名玩家查验身份。这是好人，是狼人，该名玩家身份为。预言家请闭眼。猎人请成员，您当前状态为。猎人请闭眼。来，各位整理表情，三二一，天亮了，可以。十二号玩家死亡，没有遗言。本局游戏没有警徽，现在依据时间随机发言，由八号玩家开始发言。八号玩家请发言。我们这局先投老伯吃，先投老伯吃。我觉得他肯定是狼，七号有可能是混子，因为九号起身是没站，打的七八的，有没有可能是九号不知道七是个混子，混了六？然后他以为七是真预言家，他想直接打冲锋，所以他直接攻击了七八。所以说九号肯定是狼，至于七号是不是混子或者是狼，那刚刚给我们说一下呗。然后我觉得七号有可能混子，也有可能是狼，五号也有可能像混子，其实六号也有可能像混子。反正现在十一是定狼嘛，稳走一狼，那场上差的情况还有两狼。还有两狼一会儿，好的情况还有两狼一会儿，坏的情况就还有三狼。我觉得七是狼，我觉得七是狼。那九直接去倒钩。那个啥，今天肯定先下老伯吃，然后身份就别跳了，就是顺序是九六五，外这边也没狼了，因为十二吃刀了，不知道是奔啥刀的，反正不知道能不能赢，先这么推着看吧，反正我是好人。然后出人顺序就九六五，然后刚刚归下票吧，过了。十号玩家请发言。啊，九号九给 DQ 了。不是，
我今天玩的是什么？就是京城推单边大赛是吧？全场就我一个老伯吃，为什么推我老伯吃啊？那六，我真的，你不是经常玩吗？我觉得六这一把我终于见到，因为我来之前非常多我的朋友都跟我说你一定要和六成为朋友，因为六呢这个人他话很多很密，而且呢那个非常与人亲善。我说也没有很密啊，这不是这两轮发言都很简短。我终于说，哦，原来拿狼的时候是很密的啊，拿狼的时候是很密的，密密麻麻是你的皱纹啊。然后我说这个不是，我其实不懂井上为什么会打我一个单边的白痴，就像上一把只有一个人抱猎人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能归到那猎人头上？那你们说呀，你们谁是白痴？你又不说，那你是白痴？为啥能出到我身上呢？对吧？那没有别的白痴，这个是就我一个白痴，你们怎么能出到我？那肯定是出六呀，对吧？六在最后沉底位，作为一个这个老玩家，居然也想出这个单边白痴，我觉得这太奇怪了呀，对吧？你二那个位置他可以这么说，他可能认为后置位有一个白痴，你六已经是沉底位了，总不能七是个白痴吧？然后跟着汉跳预言家，对吧？所以你六肯定今天肯定是归六的呀，对吧？然后五依然，我还是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五也绝对是一张好人牌，你就是死我，你是我定中定的好人牌。为什么？因为你太神游无碍了，你太神游了，你完全和这个场子没关系。你的底牌我给你定好了，你的底牌不是平民，不是狼，也不是神，你是张妖姬牌，你是跟别的地方你打麻将的啊，你绝对是张好人牌。我五是我保的，好吧？虽然我一个单边白痴保五没问题吧，对吧？然后今天跟我下票六啊，这八真的怎么发言啊？就是老跑别人宿舍，看来真不是什么好男人啊。过了，谢谢树树，谢谢卷卷，谢谢林天，谢谢起司哥，谢谢众筹工，谢谢台台，谢谢水塔和起司啊，谢谢投石。摆不下了，他今天就先别投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那个初九呗，你别骂人呀，谁是那白痴？我是白神，好吧，白神啊，这要说清楚。那我跳一个呗，你说单边的不行，那我跳一个呗。你初九，我觉得七是狼混，我觉得还有三个狼，可能是五六九，咋的？黄子刚看二号出去上厕所，以为绑票了。在那数人呢、啊、行行没事，你再发言，你是好人有回头空间，我们先投九嘛，没毛病吧？那我就截票九了，就别改票，然后能不能赢的听天由命呗，一轮投一个，慢慢来，好吧。七是不是狼混，这些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因为九是狼，他井上踩的是七八一，有可能七八是两个好人，九井上直接踩七八嘛，所以七就不在狼队，就是混子嘛，而且上轮所有人都要出七，我觉得七是混子，所以还有三个狼，应该是五六九吧，不出意外，那就先投九吧，好吧，尊重一下你，我跳个白行了吧。没了，好，谢谢大家投石，过来，应该是这样吧，应该不能是九号玩家是白神牌，因为我想了一下，他昨天跳的那个白神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他是好人的话他是知道轮次的，因为九号人家是老玩家了嘛，所以他不太可能在昨天那个地方明知预言家和女巫走了他还跳一个白神嘛。五六九十一，然后七号玩家是狼混，关键七号玩家啊，我们有没有可能只剩下六九两个狼，七是一个狼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关键是五六九其实也很难赢啊，咱们先投九试试呗。我想九号人家能做成白神牌的可能是什么呀？没什么太大可能他能做成白神啊。十二号人家是白神，因为十二号玩家如果他是白神的话，他昨天肯定投九啊。因为七号玩家他在狼队的话，那个十二是跑不掉的呀。他投一票就为了告诉我们好人场上有一个白神跟他不一样嘛。先把九出了吧，我觉得九号人家不能是白神，他跳出来其实也就是送嘛，昨天对不对？关键六号人家你其实也很难是好人，你不用这么真诚的看着我，你好不了一点六号人家，
那先出九吧，我是好人，因为我觉得我们团队里面的好人都要出九。啊，我过了。好难啊。那个，我先感谢一下，感谢一下食人兔耳朵，感谢一下小炒锅包肉，感谢各位的投喂。然后如果有健胃消食片的话，可以给我投点健胃消食片，我真的撑死了。然后咱们说正题啊，咱们这一把一定是个高端局，为什么？已经比上一把更难了。然后我先从我能记起来的地方说，九，咱先说一个那个啊，因为高端局嘛，咱们不能总就是。说一些有的没的，咱说一个重点啊。我觉得咱们大学读师范的也学点过心理学。九号在说六号的时候呢，六号喝了个水，可是你们如果有回放的话，可以看一下六号的水杯里面根本就没有水。那他这个时候在喝什么？他喝的是一个紧张的气氛，有点那个高启祥在紧张的时候有点嗑瓜子，假装嗑瓜子，有点那个味儿了。所以我觉得六号被别人投他不是没有理由的。刚刚八号跟几号来着，我看一下笔记啊，看不懂了。八号说是不是投六，你不要回答我，咱不能回答。然后还有谁，能给表情吗？八号是不是投六？刚刚九啊。十号是不是投六？这是几啊？九啊。你投几？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但是刚刚还有个问题，就是有所有人都在投那个七号的时候，我就是不管七号是什么牌，我没那个能力投七号什么牌，只有五号一个人，我们不点名不带姓，游戏归游戏，人友情归友情，我们就只说五号，咱不说他叫曹英奇，五号就只有他一个人站歪哥。就是我觉得如果他说自己是个新人玩家，或者说他没有什么经验的话，这个时候还不该就是顺大溜，不该人多势众站一下吗？孩子那边就是一定要投七，我觉得应该就是狼队友，就是他觉得就是即使在无力的情况下也要使出他的那最后一点点力量保住他的狼队友。所以我觉得5号6号应该都有点那个有点嫌疑，然后9号的话6号的嫌疑更大。然后因为他喝假水，然后9号的话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投你我不知道，因为我看一下九号的发言。九号说自己是白痴，十号也说自己是白痴，然后说五是好人。哦，你说五是好人，你有问题。你说七号是狼，我真的我不知道了。我发言结束了，我看谁投的多，我投谁吧，就这么定了。我想投六跟五六，我其实我想投五六，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因为我觉得如果排翻位的话就是五。六五九，因为九你们都投了，我是相信你们，因为我相信你们的经验。Over。好，五号玩家请发言。哎呀，这把一直想跟着歪哥混，没想到歪哥跟着六号混。对，然后那个什么，其实这一轮，谢谢。其实这一轮我发现大家都是在说五六九，但其实说实话，我跟那个六号玩了上一轮以后，我感觉六号跟上一轮的状态很像很像。第一个像比如说四号说那个就是什么喝水那个点是一个点，然后还有一个确实我感觉他这一轮发言和上一轮的发言状态也是很像，所以这一轮其实我听二号的发言，我觉得他的发言还是相对就是我比较认切比较理性的，所以这一轮九和六的话我暂时可能会想出六号一些，因为九号其实一直有在帮我说话，但是我觉得哎呀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视野的牌，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这一轮先出六，然后下一轮再看要不要出九。对对对，过。哎，稍等，感谢安宁，感谢曹延坤，感谢这个人没有写 ID， 他说恩琪放轻松随意玩，然后感谢九心。然后感谢不加糖真酸，感谢 Amy 仔，感谢挑事的猫，谢谢大家。好，六号玩家请发言。OK OK， 我先来说一下啊，我先说一下九号着急太，九号玩家太着急了吧，九号玩家着急赢了，作为一个狼开始找说白神在哪儿，白神在哪儿，已经开始贴脸问了。九号你这么着急，你们狼队是很难赢的，你知道吗？我先不说别的，你看
我先来说一点啊，好吧，大家打我是一个好不了的一张牌。我从井上的发言那个位置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我不知道多少信息，我要听二跟十一，这是我看到的信息。我从井下我表明为什么不站三号的边，因为我说了三号的那个发言还有井回流让我不满意，这是我站三号的不站三号的这个理由。那么我站了七，第二天我现在回头了，完了现在要把我往死里打，我就不懂这个理由在哪，对不对？那好，要是大家在这排轮子，我就先说现在场上我倒希望七号他直接是张狼牌走的，好吧，如果七号是张狼牌走的，现在场上对吧，已知七跟十一走了，还剩两狼，就是五九这两张牌。如果七真的是张狼混，且如果你们觉得在你们的视角里觉得我六是张狼，然后七混的我六，那我想问七的遗言的作用在哪里？七的遗言在这里就是说啊，我混的六，六是我的狼崽子，狼人随便玩，你们好人打不了。明显七号是在脏我六号身份嘛，你说七号在那个位置一定要发一个那个遗言告诉大家说，哎呀我是个混，我是个低低带跳，完了以后我混了这个六号牌，目的在哪儿嘛，对不对？我觉得七号从来不说一句废话，此时此刻他这句话他就是要为了脏死我这个六号牌。这把我就只想对，首先我想对你八号说，真的不要再把我当狼打了，我跟你说这位置赢不了了，你知道吗？没办法，肯定先已知今天走九，好吧，明天走五是一定的，因为我说了五号牌他的那个位置他一定宅不干净，他一上来他的视角有问题，三号要给他发警徽流他不接，直接站了七号边，然后完了以后四号牌我是真的判定不了，但我希望你四号牌是一张好，好吧，我希望好人牌此时此刻就应该团结回头，然后为了好人争一口气，而不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一个粗溜，然后大家好人就输了，一会儿抱头痛哭，好吧。那我现在在想一个恐怖故事，就是说如果七号牌是一张狼，或者他混的是一张狼，但他混的绝对不是我，且他没说，那好，那七号就是那张低低带跳牌，那现在场上就是三狼，对不对？现在已知五九两只狼，那还有一只狼，那会不会说我不知道恐怖故事，那七号牌给十号牌发了个金水，他在那个时候硬就是做作了一下，那如果十号牌那边还是一张狼呢？我们现在是七个人，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三 v 四，完了以后这把这狼再没出去，下一把我们只能按照定狼走，他们现在根本人的位置还没盘齐，完了以后说在这个位置对吧，那这个他们就是直接拍了，那希望不是这样吧，好吧，我希望不是这样子，我希望其实七就是一个狼走的，那没办法，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混，那我没看着，那就只能说二跟十你们里面那还有一个狼的队友，对不对？那是这样子了，我没办法了，我能看到是这样子了，好吧，这把肯定是肯定出九没毛病，我过了不说了。所有玩家发言结束，没有警徽请在我到时候队伍投票出人环节来准备好，三二一请投票，四号五号九号投给六号，二号六号八号十号投给九号，九号玩家出局请留言。很难编真的很难编，因为我也没法翻牌了对吧，我也没法翻牌，只能说这个六打得好呗，你就是你这时候你哎，算了，怎么说呢，感谢一下投石吧，感谢一下四五六号全爱我，嗯，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刚才我没投到的啊，还有一个好像叫那个黄子红凡的外父什么的，然后我就是那个我就是我算了过了死了。九号玩家已经结束，感谢大家的点赞，现在为大家开启全局视角，还没结束啊，嗯，请各位佩戴好面具，天黑请闭眼。哦，好，没事没事，你们戴好面具就行，你们戴好面具来。来，佩戴好面具，不要出声。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选择击杀目标。狼人请闭眼。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今夜该命玩家死亡，是否使用解药？是否使用毒药？女巫请闭眼。命玩家请睁眼，及时的场上命玩家查明身份。好人就是狼人加命玩家身份的预言家，请闭眼，猎人请睁眼，应当见证。
亮了。昨夜六号玩家死亡，没有遗言，没有警徽。现在依据时间随机发言，由二号玩家开始发言。二号玩家请发言。六号玩家倒牌了，不是，现在从票型上来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只能是四五是两个狼，对不对？因为你们俩昨天都投的是六号玩家，对吧？啊，那咱们都把身份跳了呗，都跳一跳呗，跳一下身份，对吧？哦，不对，四五是假设四五是两个狼，那个身份还不能跳，不好意思。我的妈呀，在四五里面找狼，不是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局我肯定就玩的简单一点，我肯定就相信你们俩是好人了，因为十号玩家不能是狼，十号玩家是狼，他是能知道第一天那个七号玩家是混子三十预言家，所以十号玩家应该是能投三的，他应该不会去投七。八号玩家也不能是狼吧，八号玩家是狼，第一天都自刀了，还要去冲啊。所以八也不能是，只能是四五了，咱们就四五胜出呗，对不对？有可能咱们有可能面临一个情况，就是七号玩家是狼，四五里面只有一个狼，对吧？就面临这个情况就有点难办，四五里面找个狼有点太难了吧。我听听，我觉得四五两位玩家是有必要跳一下身份的，我觉得这八跟十里面有狼我真找不到了，就现在在四五里面找，四五里面个人要找的话，我可能个人倾向于四号玩家比五号玩家可能更像狼一点，因为五号玩家的发言你没法说，他干的行为从头到尾都是跟着七冲的，他是狼，七号玩家不在狼队里面，对不对？哦，不，他是狼，七号玩家在他视野里面也是一个 X 身份牌啊。哎呦，我也整不清楚，给我弄懵了。那我听一下四五的发言吧，我手机也没听到信息，我听一下，我过了。到我了是不是？我现在我只能说自己知道的东西，因为我只听到二号发言。我觉得二号一定是个狼，为什么？我在这个场上我都不敢，因为我这一把确实很难，我之前我都是点四个狼出来。啊，这一把我就先点一个二号，下一把我再点一个。下把我点你吧，因为我本来就我你等一下。我为什么说二号，说二号是狼，因为他是比较厉害的，我不能说这些贴脸也是场外。但我认为他是一个老玩家，他很有能力，就是说把谁谁谁栽赃成狼。我认为他说四跟五是狼，就是因为他知道他今天晚上把六给毒死了，然后呢他刚刚知道四跟五投的是六，然后就用这个逻辑自己投给六，然后栽赃跟四跟五。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对的话，你们可以在这个镜头面前鼓一鼓掌，鼓励一下我。然后笑什么？你笑我什么？别笑我。然后五号的话我就按三位来了，二号五号你俩怎么说呢，九号八号下一把我再考虑吧，但这把如果我要投我就投二。然后谢谢陈晨晨，谢谢。我会投二号五号排三位，然后八九下一把我再排，都不是什么好人。但我要跳，他不是跳身份吗？我们都给他跳出来，我是个平民，我还能是什么？我但凡有个身份我早跳了，我跟你说，因为我上把就想说跳身份的事情。然后谢谢林瓜糖，我知道林瓜糖是三个人，林林瓜子和那个糖糖。啊，谢谢星一，谢谢齐月明明琴，谢谢谢谢姐姐。过五号玩家请发言。是啊，五号玩家请发言。现在大家推的都是四号或五号是狼，然后刚才听了一圈，因为我这一圈我只听到二号发言，然后我也是觉得，对，不，二号和四号发言，然后其实我也会觉得，啊，我感觉我说再多，大家应该也不太信我，因为感觉现在已经把我这个位置已经打死了，所以我个人还是，好吧，这局我回头二号过。哎，稍等，感谢初一小景、朱子墨、齐月明琴还有。大家真的不用再送了，真的吃不完，谢谢大家，最近要减肥，谢谢。
过。感谢七七不吃鱼。首先我肯定是不会投二的，因为我不相信二和十会刀六嘛。六号扛退位上的刀了这么一刀很奇怪，我觉得七号一定是狼人牌想通了，因为我是张好人牌，七起跳给八发金水，在后置位狼人视角里不一定能确认他是个混子，我是一张好人牌，他在狼人视角里有可能是预言家，而且因为他是发对金水的，所以说后置位不起跳，那九昨天确定已知九是一张狼人牌，那九就是安排好了打倒钩，那十一号就读出那张狼人牌，是吧？因为不可能他发对了金水，狼人还不会跟他对跳嘛，狼人肯定不能确定他是狼混嘛，所以他一定是狼人。然后我觉得六可能是那个狼混混了七啊，然后今天就投一下五，我们三的票不动就行了，我们三的票不动就行了。然后我觉得四是好人牌，因为我觉得狼坑应该是五七九十一，然后六是狼混，反正就是五六七九十一，他们五个人四个狼加一个狼混嘛。然后我不相信二号这刀能干到六头上啊，这一刀，因为六是可以在扛推位上的，我们现在已知七和九都是定狼了，定中定的狼人，因为七号的发言无非他的最高身份为狼混，然后再就是狼，我刚给你们说的那个逻辑就是他一定是狼的逻辑，然后才去刀六啊，六是扛推位的，我自己说的输人顺序是九六五嘛，然后还把六刀了，那就只能出五了，我觉得四是好人，那五出五没结束再出四嘛，我就说的这么多了，刚刚你的个人意见呢？我今天会投五的，没啥了，过了。谢谢刘兔兔，谢谢李现媳妇儿，谢谢龙子，谢谢懒然的贼，谢谢。那就出一下五。呀，第一次跟五号玩家玩，挺局气的啊！五号玩家拿狼，还要跑一下九上轮，出一下六，我觉得。反正好一点的情况出了五游戏结束了嘛，四是好人，就是如果不好的情况就四五是两个狼，因为上一轮出九的肯定没狼了嘛，上一轮咱们票型四比三还挺激烈的，对吧？皇子莫志伟光光一通表水，他是个狼混被砍出去不得气死，应该再说吧，不知道，不到结束谁知道结果呢，我的身份上轮就交了，我不是白神嘛，狼也不信他们不砍我，那也没办法，我反正真心换真心，那个狼不相信我没办法，呵呵，就这样，那出一下五啊，我过了。好，所有玩家发言结束，没有警徽，请在我到时候自由投票。来，进出人环节了，来，三二一，请投票。好，五号投给二号，其余所有玩家投给五号，五号玩家出局，请留遗言。遗言啊，大家这个。我还是觉得二号不对劲，能不能认真一点？我还觉得二号不对劲，大家还是初二，我走了，拜拜。对。五号玩家遗言结束，请各位佩戴好面具。还没结束啊？没结束。来，天黑请闭眼。来，各位，三二一，天亮了。昨夜二号玩家死亡，没有遗言。没有警徽。没有警徽，依据时间随机发言。由八号玩家开始发言。八号玩家请发言。我跟你说，这把你要是狼，我是看不起你。你的刀，初二，初四。初四啊。哦，然后。游戏应该要这局游戏应该结束了，
感谢一下秦许诺给我送的花，他给我留言，祝你永远笑容灿烂，帅出外太空，畅想全宇宙，萌萌 carry 5211 forever。 谢谢谢谢谢谢，很喜欢你的花花啊、哦、真的很美很好看，哇塞，太有排面了，谢谢你的花花秦许诺，谢谢谢谢。然后我会投四啊，过了十号玩家。哦，我也谢谢，我谢谢鹅给我的玫瑰花，说海里有金，雾里有山，心里有你，这个可以，谢谢鹅。然后这个玫瑰花也很好看，那就出一下四号小玩家。你俩如果哎，我先等一下。对对，你待会儿可以发言。然后那就出四吧，八号，我是平民啊，你神呗。八号最后一个神呗。歪哥不是遗言的时候跟你们说八是什么，怎么不砍八呀？这砍的，我是个平民啊。那个是这样，四号玩家，四号玩家，那个你把底牌，哦，四号上一轮说了他是平民，哦，那只能投你了，因为我是平民，八号是神，所以游戏没结束嘛。你上轮说了你是民，那就没办法了，好吧，这个是底牌的原因啊。谢谢大家的投石，好，那就出一下四，四号玩家可以发发言，我够了。四号玩家请发言。那这还怎么玩啊，都投我。如果说现在这样的话，因为我觉得我先感谢一下啊，我先感谢一下。谢谢兰丽，谢谢明明的先发饼，谢谢布鲁布鲁布鲁托夫斯基，谢谢李木木，谢谢家人们的关心，谢谢。我真的生气了。如果说刚刚，因为刚刚我那个刚刚那一把就一二三四就四个人，黑夜的时候比白天还要长，那那一定是场上有两个狼以上。然后二号我认为他是自杀，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在，因为怎么不能这么说吗？没事，你不用管。就发言没什么意义了，他俩都要投我。不是，你发你的。那二号那只能是自杀，那要因为他们聊一聊去，然后就是什么，因为觉得什么，哎，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也许可能就是假装，然后就是我是一个狼，然后八号九号可能其中有一个不是狼，然后假装成我是狼，然后把二号给杀了一个假象。然后我不知道八号跟十号到底是不是同盟，因为现在应该是八十二里面应该有两个狼，因为可能在讨论在黑夜中，然后八跟十不知道他俩谁玩的更好，然后谁被谁给倒钩了，或者谁被谁给洗头了，啊，然后如果说他们还都坚定投我的，那我不知道了，我就跟着投，我先投八吧，因为八先带节奏要投我的，那我就投八，他俩随便吧，我不知道。如果还没有结束这个游戏的话，我 I don't know， 以后再也不来了，谢谢。太难了，我两把都做到了这里，我服了。来吧。好，所有玩家发言结束，没有警徽，请在我到时候自由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四号投给八号，八号十号投给四号，四号玩家出局，游戏结束，好人阵营获胜。五是狼会投的，五是狼会，六是白痴，白痴神，就他刀六刀是对的，因为那个没办法得刀呀。来给大家复一下盘，本局游戏狼人为四号、七号、九号、十一号，其中五号玩家为混血儿，他的榜样是七号玩家，本局游戏是狼人混。女巫为一号，预言家为三号，猎人为八号，白痴神为六号，二十十二为三张平民牌。狼人守夜击杀八号猎人，一号女巫选择开药解救，形成平安夜。三号预言家查验一号为好人身份。井上竞选环节，七号悍跳狼当选警长。第一天白天，三号真预言家被公投出局。第二天夜晚，狼队击杀一号女巫，女巫开毒十一号狼人。第二天白天，七号狼人被公投出局。第三天夜晚，狼人击杀十二号平民。第三天白天，九号狼人被公投出局。第四天夜晚，狼人击杀六号白痴神。第四天白天，五号狼混被公投出局。最后一天，狼人击杀二号平民。由于刀歪了，所以最后一天四号最后一狼被公投出局。游戏结束，好人阵营获得胜利。啊，其实我们这一局，大家可以看到狼队阵营就是歪刀了，但是狼队我觉得打的还是很不错的。那请歪哥给我们复复盘吧。
哎，还好，没事吧？那个 KS 为什么举三 ？KS 说他看着我把七举到你手上，他心脏绷不住了，比了个三，结果看我变漂亮。那个这盘，那你这属于犯规啊？你什么意思？那个这盘其实挺有意思的。啊，没有，这是我们那个竞争大师赛以来第一次，第九季第一次以来最后能剩三个人，好像是就是剩的人数最少的一次，啊，到最后我们都觉得有可能能赢，然后明明是我们狼队友，然后其实他其实装的挺好的，我相信如果我们没开上帝视角的话，很观众朋友们大多数人都猜不出邵明明是狼，对吧？就是其实当时场上的人也不知道邵明明是狼，其实大部分人。他藏的还挺好的，其实就是到最后留个纸刀的。但是我们这边比较难的是我选择悍跳 ,KS 变票就都提前出局了。然后那个恩琪这边是狼混，然后他也还可以，因为狼混一方面就是冲票嘛，还有一个就是替狼扛推。那最后就是，但是我们那个六号最时其实我也没找到，我那轮纸刀的八，但我不知道八是枪还是那个白痴。然后就是明明最后砍六，可能就是应该也就是觉得就是想就单方面就想砍，也不是应该是奔着神还是我不知道，还有私人恩怨，砍神他就能赢，我不知道。就是砍神或者砍民都能赢，但是后面怎么上的麦克的，但是后面也很难，就是到最后其实也很难辨别了，因为场上身份实在是不明了，而且牛肉干还跳了一个白痴，所以这个东西也比较麻烦了。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吧，我觉得刀八也不一定赢，因为如果早一点把八刀了，八号开枪不一定带谁呢，对吧？就说其实理论上刀猎人也会有点风险，但整体来讲还可以吧。输了有点可惜，其实那轮那个曹恩奇被扛推了，我们认为是有机会赢的，就是差一点也没什么。好了，我们等第三局吧。我也得去。我觉得明明第一次玩狼已经很好，大家可以多夸一夸他。我们的狼队阵营惜败啊，大家可以接着给我们点赞好吗？我们下一局点到3500，给大家开启夜间视角。大家也记得给戴宝点关注，加一下戴宝的粉丝团。我们京城大师赛是周三、周四、周五三天，然后其余的时间戴宝他自己会开播玩游戏。我们下一局的版型是狼枪守卫，然后想给我们场上嘉宾投食的，可以在我们的官博京城大师赛置顶有投食方式。我们投食通道在第三局马上就关闭了，大家可以最后给场上的嘉宾选手投食并留言哦。第一次玩面纱其实已经很好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大家有在很认真的玩，对吗？所以大家一定要多鼓励他们，毕竟都是戴宝的朋友，是戴宝特意邀请的。大家给我们戴宝点赞，点关注，然后我们点到3500万，给大家开启第三局的夜间视角好吗？
我们京城大师赛的阵容也是在我们的官博公布的，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官博，会官宣每天的嘉宾和阵容还有版型。然后还有我们的京城大师赛上文娱榜热搜了，大家记得去帮我们冲一下好吗？我们已经在帮大家享福利了，然后肯定会感谢大家的，会给大家发一些小福利，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官博，然后帮我们冲冲热搜，记得给代宝的抖音也点点赞点点关注。妆发，这个老师是花了大价钱请的，今天全程跟随。大家赶紧给代宝点点赞，点点关注，加一下代宝的粉丝团。快快快，他现在看手机，大家快夸，说代宝好帅，大家赶紧夸夸他。我们最后一局是狼王守卫的板子，大家快在弹幕夸夸代宝，说代宝好帅。然后我们第三局3500给大家开启一些视角好吗？对，恋爱了恋爱了。